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呢，今天爆出来说登革热往台北来行进，而驻送出关，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发展呢？前疾管局局长苏益仁说，如果按照去年高雄登革热的发展，那今年登革热可能会爆发到3万例，会这样子吗？另外还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杂联的部分，9月9号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子一个杂联的动作启动？说在这个礼拜三呢，也就是中常会的时候将会有这个动作。不过讲到这里呢，大家说那到底亲民党跟国民党是不是就盯在那里？怎么讲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出来的这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谁丢出来的，就是在秦金生有在这里哦。这个是秦金生嘛？这个是连战嘛？这个是吴怡嘛？那这个是连芳宇女士，所以这个地方到底在不在观礼台之上？如果更仔细来看到，大家要说的那这个问题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要说，那秦金生如果在观礼台之上的话，那到底是有没有说谎呢？今天我们要独家的告诉您，真的终于完全还原出来了。原来在这里还有正面、侧面之说，这个是现场广场的正面，这个是侧面。等一下为大家说，秦金生所在的位置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算不算是观礼台？等一下我们有独家的内幕，但是现在真的是哈，大家说请客吃饭去不去，阅兵去不去，国庆去不去？现在距离到国庆还有30多天，我们来看到双十国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你先看到哈，在今天这次的主办单位是谁？主办的又是王金平、翁金平啊！阿大概的公哈，蔡英文要选总统，你最好还是去吧，因为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好事嘛，是生日嘛。啊，有人就说过去几年、过去7年来，蔡英文都没有去过啊，为什么现在要去？这样子不是很假吗？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庆大会哈，你可以看呢，立法院长兼国庆筹委会的主委王金平啊，他今天在立法院说，按照往例都会礼貌的邀请在立法院有席次的政党主席，还有朝野立委来出席嘛，所以希望呢，蔡英文啊、洪秀柱啊、宋楚瑜都要去，那会不会同台呢？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蔡英文还有苏贞昌，他们过去在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都没有出席，也就是说呢，前几任是蔡英文的时候，后来3任呢是苏贞昌的时候，到今年蔡英文又接党主席的时候，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去。可是今年可以说是马英九在位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双十国庆了，蔡英文去还是不去呢？你可以看到宋楚瑜，宋楚瑜在2012年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的时候，他当时2011年有去，但是2012年落选之后，接下来都没有去，连着3年都没有去。所以呢，我们就要讲到啊，到底呢要不要去双十国庆？难不成还跟对你国民党爽不爽有关联吗？可是在这里年代晚报又要说了，我觉得应该要去啊，真的啊，我们现在选的总统就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你既然要选中华民国总统，你就要尊重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我们今天中华民国连双十国庆都不敢庆祝的话，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真的觉得真的不懂哎，大家就在讲说大陆93阅兵搞得沸沸扬扬的，好像呢这个所谓的8年抗战是他们打的，那我们中华民国还剩下什么呢？我今天真的不懂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来看到哈，这次国庆的座位区会怎么样？就是总统啊，总统呢还有王金平，还有总统夫人会是一区，副总统呢跟行政院长还有五院院长会是一区，另外呢立法院跟党团的团区，他会是在这一区。那所以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到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已经在9月4号收到邀请函，可是蔡英文10月的行程在规划中，会尽速的来回复国民党去还不去。那有人就说呢，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但是你到现场你就是不能讲中华民国万岁吗？可是我在这里哈，我真的要学的，因为蔡英文他毕竟是不一样，我觉得蔡英文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而且他又是英国这个政经大学的博士毕业的，如果真的是要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现在得票的呼声又这么高的话，年代晚报是呼吁哦，这个蔡英文应该要去。为什么要去啊？有人会讲说啊，你过去7年都没去，你现在去就是为了选举啊，这样子不是很明显？
啊，我跟你讲，就为了选举又如何呢？我当时没有想要当总统，我现在要当总统，我要顾虑到六八九的心理啊，我不能够说只顾虑到其他人的心理啊。我干嘛都是安内利都爱提呀。好，那另外我们再讲到这里呢，这个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哈，在今天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哈，这还有一个什么哈？今天有两个大事啊，我觉得都很紧绷。一个是不要忘记哦，汉光31号演习今天登场，不要以为说哦，好像没有什么消息。今天开始登场，5天4夜不眠不休，持续的都在演练，明天马总统要进到横山指挥所，那这次演练的题目我看了以后吓了一大跳。他这个题目其实是取得很好啦，叫做解放军2天之内瘫痪台北。我当时昨天我就觉得好挫，怎么跟马总统心有灵犀一点通。昨天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在讲说，他们就聊说，如果大陆你看看，大陆如果打台湾的话，你看3天打不下来的话怎样怎样。我说何必去讨论3天不3天，重点在于他要不要打。他打台湾的话不是1天3天的问题，他只要一打台湾，他要怎么样打下来就是他的问题。他绝对可以打得下来，问题你要打到多难看。如果台湾一反对的话，你的脸还挂得住吗？所以大家结论是他不会打台湾，除非有其他状况。但是我们再来看到那登革热也是一个大事，现在可能会爆发3万例。讲到这里齁，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安尼讲呢？你看那个落雨啊，斗六市汪洋一片啊，这都是决绝最爱的地方啊。云林现在也是很多地方积水半个轮胎高。那讲到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台北市的大沙长柯文哲现在在伤脑筋的是什么？他现在在伤脑筋的应该是登革热，可是我们看到他今天伤脑筋的好像还没有跑到登革热去哈。他在讲什么？第一个他在讲说，哎呦，怎么这么多麦克风啊？他说怎么每天这么办啊？2、3、4、5、6、7、8、9、10、19支。他说这台湾历史上哈最长的连续剧了，演太久了啦。那然后呢，又传出来说民进党哦，是不是传出来有人认为哦，柯文哲人气太高了，所以有这么一个维柯计划。维柯计划呢，甚至说民进党的选战操盘手邱毅人主导，说邱毅人下达维柯计划。第一个怕柯文哲跟其他政党结盟，第二个怕柯文哲锋芒太露，挡了蔡英文2020连任之路。那对于这个情形呢？柯文哲今天说，这个国家什么传闻都有，看看就好了。然后蔡英文说啊，第一次听到，已经查证，并没有这个消息。可是我们来比哈，其实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像是今年的7月份，这个是柯文哲的场子，22个麦克风。然后这是今年的6月份，蔡英文的场子有10个麦克风。所以大家就说，好像比起来，柯文哲的人气太旺了，是不是？然后甚至还出现有女记者下跪的情形。这个女记者，来，我们正面一点好不好？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的镜头，真的有采访下跪，而且跪的地方实在太过尴尬了。所以柯文哲说，你们有这么多要问的吗？真的是非常的吃惊。好，讲到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看看这个跪着采访的女记者到底是谁，这个工作也实在太辛苦了。好，但是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今天新闻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辛不辛苦，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呢，洪秀柱今天4点跟李四川会面了。李四川是国民党的秘书长，洪秀柱在出关之后，有人说你说国民党也病了，社会也病了，那到底大家都病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要找个学医的出来呢？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真的是学医的出来，台南市3个高层都是做医生的。啊，干嘛今嘛登革热是安怎？我今嘛都会讲哦，今嘛登革热，你别台北，你别讲等天龙国的人都中标了才来讲哦。现在已经往北部烧了哦，我们是不是要关心一下在台南的亲戚朋友？真的是蛮恐怖的，有一个老太太早上得病，晚上就往生了。我们的报道。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哈，先来看到这个登革热的这个部分哈。登革热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登革热呢，今天破了6000，可能会有3万例吗？它现在是跳跃式的向北扩散。当然，同样的爆发性的就是宋楚瑜出来了，洪秀柱也出来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登革热。我必须坦白讲，我们每次都在播政治新闻，啊，不过刚把登革热逮起实在有够严重呢。你看哈，今仔日中岛的时阵已经突破6000例哈，南向北跳跃式的扩散。你台北人实在卖
卖花艺修账哈，有人来跟我讲，在去的时阵哈，都接了第四例，在文山区49岁男子，近期没有出国，也就是说他是本土性的，他公司在北投，那他有去过台南呢？没有，他有在桃园跟彰化，所以呢，真的是慢慢北移了嘛。过去台北市中山区一例，信义区两例，文山区一例，那第三例有确定去过台南，可是这例是没有。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哈，我们用六都来看好不好？以六都来看到，当然比较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全台。这个县市这个部分呢，整个全台湾是5000多例嘛，那5000多例呢，以北部来讲，中北部来讲，你看新北市已经是15例了，台北市4例，我们讲的是本土哦，我们境外的没有算进来，境外的你到外国被人家咬了，我们只能够自己哀悼之意，我不管你，因为你在台湾比较严重，那我们看到已经死亡的是10例，南部的疫情拉警报，台南哦，昨天已经增加一天增加300多例，你看台南市哦，台南市的病例数本土的就5200多例。高雄市是609例，几乎100%都是本土的。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东西，大概讲普纳不霸波到底五号还不好？今日都是讲疾管局的这个局长的讲无好，伊讲无好，我就讲我病啊，你无好，搁普纳不霸波啊，今嘛大家是要讲物件，是要哪讲？现在大家就说这怎么办？喷的到处都这样子，那你又说没有效？我们今天仔细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有效？我们先看这个例子哦，我们年代晚报找出这个例子，这个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很恐怖，你知道？2012、2013、2014、2015数据会说话，你从7月份开始看哈，你每一年这样去比较，这个是讲全台湾的例子哦。数据开始看呢，在7月份呢，今年是比较。感觉上比去年差不多都快600多例嘛，然后8月份的时候马上我们是跳到4000多例，去年这个时候8月份才1000多例，9月份的时候去年才3000多例，今年就5000多例。那如果按照哈去年的10月份呢是 double 2.5倍的话，那今年2.5倍就是15000例哦，就是说下个月就会到15000例。如果我们再到1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高雄登革热很严重，它几乎是相当于4倍。你如果再相当于4倍来算，那你不就将近是3万例嘛？那我现在就讲到这里，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先来看到这里。今天我们先讲说，我没有要怪中央跟怪地方，可是我觉得中央跟地方应该各打50大板。为什么呢？中央就说，哎，我觉得我应该让你地方好好的来做啊，那我就给你钱呐、啊。然后地方就说，哎，我们都跟中央配合啊，你们两个很奇怪哎，你们两个能不能够赶快的出来手握手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10条人命了，你可以看到哈，昨天的时候疾管署宣布9月底中央接手防疫。我想请问你，今天9月7号，你要等那么多天吗？我实在刚好就奇怪哈。然后现在的疾管署署长郭署长说，成立疫情指挥中心阻碍地方成长，这是哪一国的歪道理？我现在中央成立疫情组的中心就会阻碍你地方成长。这什么理由啊？我等你到9月底，如果你没有好转，我再接手，什么意思？我要等你死更多人吗？我是这样讲的，我不懂啊。你9月底没有好转，你要等到9月底吗？如果你明天突然大爆发，你真的给我熬到9月底吗？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赖清德，他说他有没有说拒绝中央？他没有，但是他在这个会议当中，他有说防疫经费希望中央能伸出援手。中央马上就说啊，钱不是问题啊，我动用第二预备金4200万，我再投入500万，换句话讲4700万。去年高雄才给3000万，你看我钱给你很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这钱不是问题呢，你钱够，你钱够安怎？9月5号台南哈、哦、召开这个整个登革热的这个会议呢，前后任局长我们发现是讲法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疾管署局。他写错了哈，疾管不是署长，疾管局局长啊，他就说我是属于喷药无效论呐、啊，你不喷啊，人家觉得没作为，所以很多的喷药其实是为了宣传用。中央暂不用成立防疫中心，哎、欸，你这样讲也很怪，搞了半天喷药无效啊，我南部在喷了龟爆波喜冲下，然后之前的疾管局局长啊苏益仁算是他的前辈了哈，就讲说地方防疫经验也不足了，疾管署本来就应该要介入主导，登革热北移是趋势，而且你要严防本土化，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如果估计今年可能破纪录，会增到2到3万例，所以你讲到这是不是很恐怖？好，讲到这个恐怖，我就说啊，先冷静一下。政治也是一样啊，政治今天你看哦，这个洪秀柱出来了，他说要打一个空军的战役，然后大家就说，什么叫空军的战役？陆海空三军，什么叫空军的战役？然后呢，朱立伦说，哎呀，他对台湾走向民粹很感慨了，前前之后要更加努力了。然后呢，这个黄昭顺呢、哦，他也声明说，哎，报纸讲说什么，我讲说不懂啊，我也要闭关呐、啊，其实没这个事情了。然后呢，在这里面还要怎么样来选呢？那阅兵之后呢，神隐四天的。
宋楚瑜传出今天有私底下来接受访问，明天就要出来，明天要到澎湖去找朋友吗？好，看到这些，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真的是一下子是登革热，一下子又说在闭关期间有没有洪秀柱跟金溥聪的二次会面。好，我们的报道先来关心一下，当一只蚊子会影响到什么？你看看这个症状，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呢？那很多症状就像选举一样，你出现党有什么症状，还是要改进啊，否则这个危机会烧得很严重。我们的报道。就进从南部移到北部，我是属于那种喷药无效论派，一个说不喷，一个不喷，结果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好，同时给你打四种病毒，就登革热的四种病毒打到身体里面去。这里是台南市的国华街，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相当热闹的振兴街。不过呢，摊贩说最近客人少了很多。8月23号到31号，事实上这9天的时间是台南、高雄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导致台南跟高雄的疫情在上个礼拜就开始都急速的上升了。所以我们目前除了努力做防疫之外，那这个其实也要靠一些天气的帮忙啊，登革的流行疫情协调汇报，就是让已经核给第二预备金4200万，那环保署也预备给500万。好，我们来看到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不过我们要报告一下副署长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哦，并不是钱的这个问题哦，而且年代晚报在这里也要大声的呼吁哦，其实哈，登革热这个问题，全世界 CNN 有讲。CNN 说呢，登革热其实全世界呢，大概一年当中有5000万人会罹患登革热。我们可能过去来讲啊，登革热不现在大事，都不现在大事。啊，不过你怎样，每次它都会有变异，对不对？那今年这个登革热夺命起来非常的恐怖，所以你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你若讲今仔日9月7号，你要等到9月底，那夯不啷当也要20几天，20几天发生了大状况怎么办？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我们也希望台南市哈要赶快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讲的是台北市政府。要赶快处理。我们呢，到这个插播一下哈，好像有记者说哈，在台北市内湖花市旁边呐，还有一些这个上次的风灾造成的这个树啊，还是相关的这个部分呐，都堆积在那里哈。再加上下雨，如果你没有移走的话，到时候都会是决绝的这个爱生的地方。到时候登革热出来，都不要怪别人哦，到时候就会被骂惨了。好，回到这里，那我们回到政治的话题。我真的讲到说，大家都说谁病了，谁病了。啊，你这个无病呻吟也是很怪，说谁病了？我们来看一下谁病了，这是谁讲的？先看一下，振奋一下好不好？大陆有93阅兵，我们也有汉光演习了哈。原来呢，就是97的汉光演习反制93阅兵了，洪秀柱出关了，但是秦金生有一张关键的照片曝光，我们要来看看。你先看一下哦，今天这个下面都是内幕哈，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哈，今天早上清晨登场，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国军呐，汉光31号。演习哈，假想敌就是2016的共军威胁。它有两大演练，第一个是网络攻击，第二个是实兵的攻击。然后地方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士林官邸嘛，在士林，这个是东吴大学，这个是三军大学，这是横山指挥所，这是圆山饭店。横山指挥所在大直那边嘛，哈，所以呢，重点就在这个横山指挥所当中，它有一个政军兵推，国安会来主导国家政军指挥中心，就是政治军事的指挥中心，哈，那模拟中共的网军要攻击瘫痪之后的应变，这整个都在大台北地区。然后9月8号要适时进入横山指挥所，现在不能告诉大家哪一天，因为马总统的行程要保密。然后9月10号到新竹的坑子口来教阅，同心27号昨天已经动员召集令生效了，就是把这个阿兵哥曾经当过阿兵哥都召集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接连之外呢，还有9月21号3天的实兵演练。台湾遭逢强震，前面都是军事，后面这个很重要哦，强震啊、豪雨啊、人为疏失啊、核电厂啊、双北基隆大量人口疏散，这个9月21号的实兵演练我们也是特别的关注。所以可以看到哈，阿兵哥真的这个演练还是蛮重要的。但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说哈，这个演练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你先看一下哈，这个地点我们跟大家来曝光一下。但是这个
曝光的情资范围有四个地方大演练，有三个地方是实战的演练，一个是新竹坑子口的这个靶场有一个反周波射击，一个是东部的外海有海上实兵操演，还有一个是台中清泉岗的这个台中清泉岗的机场，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台中清泉岗的机场，是反制空降的突击啊，然后百余的伞兵部队空降突击，瘫痪机场加雷达站。那这里呢，就是屏东的三军联合训练，有联合地空的这个作战。好，讲完这些的备战之后，那我们看到政治上也是叠对来叠对去哈。有人就说闭关当中，闭关三天，对不对？闭关三天当中啊，怎么会有传出来洪秀柱跟金溥聪密会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传言，我个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如果洪秀柱他所闭关的地方是外传的中和圆通寺，中和圆通寺是专门给女生的嘛？那如果金溥聪要跟他见面，难不成要约在寺外见面吗？这是我想象到，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今天一直传出来说，洪秀柱的这个病了的8000字宣言，是府院党都有先看过，是这样吗？好，那我们很好奇，他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不敢讲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说可能是这个，那搞不好最后明天洪秀柱说不对，我不是在这里。但是大家都说呢，好像是中和的圆通寺哈。中和圆通寺呢，它很特别的是，它不是两只石狮子啊，左边是石像，右边是石狮子，不是传统的两尊石狮子。很特别的是，里面是有日式建筑的风格。妙清尼师呢，在日治昭和元年的时候来建造的。那很特别是，他的地方呢，也符合洪秀柱的心境。为什么呢？他起点是中和的闹区，然后经过这里有个国旗岭，老兵做的国旗岭，然后最后是圆通寺啊。中途的国旗岭是老兵退伍老兵所建的，但凭赤手建明亭，不朽老兵啊，辟大地。而且呢，这里说老兵惨淡经营啊，那出力出钱革命志，任劳任怨为人生。他们说呢，国民党的老兵也就是洪秀柱，洪秀柱的爸爸也是老兵出身，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好，所以讲到这一点，那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说洪秀柱啊，他在这一次出来的8000字，其实我应该是要挺他的，因为他的背景跟我有点像，因为他是山东人，然后爸爸也是老兵出身，我爸爸是军医出身，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是一码归一码。我们也希望柱柱姐能够听进去一些大家共同的意见，因为在今天我觉得对柱柱姐出来的感言，当然也是觉得说她是真情流露、性情中人，可是呢，她一直说病了，病了以后大家听了就会觉得，你都觉得别人病了，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心理学上，当你都在说别人怎样怎样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啊，怎么都没有检讨到你自己，都说我们大家病了，你说病了哈，然后呢，蔡英文昨天就说台湾社会病了这个问题，他要改革、安定、包容、解决。那这里面大家也讲出来注语录，就说哈，台湾人呐、真的这个是这个柱柱姐讲的，好骗不好教。不好教，这样讲起来我们台湾人需要教嘛啊？人民苛责马，宽待扁，有吗？陈玉扁也有被关过啊，现在出来了，不是吗？台湾病了，国民党也病了啊，大家都病了。我真的有个感觉是说，台湾没病哦，也被讲到有病了。那所以我今天就想到一个，这是谁讲的？说看起来柱柱姐闭关三天显然不够啊，可以多关几天。这不是我讲的呢，不是我讲的，这是评论讲的。评论说这样的反省需要三天吗？最后一句话就说应该多关这个几天。好，那回到这里呢，我们就说，那其实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嘛。柱柱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这个金溥聪二次会面，当然我们希望她能够说的就说吧，哈，她要选到底，她也就是要选到底了。那但是呢，她是很坦诚的说出她的感想。但是我们再看到，那宋楚瑜呢？宋楚瑜也这个好像也是刚好很巧的也不在啊，也没有出来啊。那到底两个人是不是都因为要避开连战的这个所谓的阅兵之旅？那今天就讲到秦金生的这张照片了。刚刚讲到这张照片呢，最后他说我有去啦，但是我后来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哦，不是写生理痛，他不可能生理痛了哈，肚子痛、中暑、精神奕奕，没看阅兵，总之就进去了，然后就对照，这是红墙红红墙红柱子白栏杆，就对照到底在哪里？结果对照了老半天，终于有一个答案了，他是在侧面的观礼台后面的休息区。那张图跟大家讲一下，所以搞了半天是这样子，这个是正面嘛？这个是正面，这个因为这个有这个侧面哈，正面第一排哦，我们今天终于还原清楚，之前我们知道习近平是在这个地方正中央，我们本来以为连战是在这边，不对了，连战在这边，第二根柱子这里，好，都是第一排，好，
但是呢，我有大陆有人说啊，连战身边那些你们不认得的，不是老兵，是大陆一些地方名不见经传的首长啦，老老的啦，所以他觉得连战很尴尬啦，这是来自大陆有人的说法，我不知道，我听说的。然后再看到这个侧面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的十五人代表团就在这儿，秦金生的位置也就在这儿，就是侧面这里。那侧面这里呢，后面就有个休息区，所以被拍到照片这个地方，像是连战啦、秦金生啦、吴仪啊，他们在这儿喝水啊、看电视啊、转播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这一张所拍到的情形。那换句话讲呢，秦金生呢，他有没有在现场呢？秦金生呢，他其实是有上观礼台，但是一开始阅兵的时候，他说：“哦，我肚子痛，我病了，然后我就到后面去喝水。”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状况，但是我又觉得亲民党说。大陆阅兵秦金生不在观礼台啊，这样子不就是说谎了吗？所以非常奇怪。然后呢，今天有个版本说阅兵前一刻秦金生称病闪人，所以真的是很奇怪耶。我们要讲说怎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生病啊，你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洪秀柱精神很好，到国民党中央跟党中央来谈选战。打开洪秀柱脸书粉丝网页，最新 po 文是这首歌。这篇名为坚持为台湾走对的路的影片是支持者搜集洪秀柱下伤片段汇集而成，就是一个高雄的热情的支持者帮我们做的。那其实这部影片呢，里面收录的注解，这是第一次那个台湾全岛走一圈到各个乡镇的一些画面。但其实支持者选这一首歌当衬底音乐可是有原因的哦，因为柱柱姐就爱坚持，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洪秀柱开金口唱歌，自选曲也是坚持，就连出关记者会都叫坚持走对的路。哎，大家好，朱姐，王院长提到总统立委跟你可以展开一谈。匆匆进入办公室，洪秀柱出关后第一天就得准备下午和党中央开策略会议的资料。打一场以空军为主的选战，哈，这个非典型的选战。洪秀柱以新型网络战配合国民党传统组织战，空路双面夹击，迎战唯一对手蔡英文。我的对手就是蔡英文女士。记者综合报道。好，不过呢，在闭关三天之后，看起来出来气色是还不错。但是呢，我们讲到柯文哲，柯文哲哦，今天真的是哈，大家看到了很多这个事情围绕到他身边。不过呢，严格来讲有三个事情跟观众朋友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来自于德国的这个展场说要撤离了啊，撤离的原因是因为跟这个我们讲到松烟的漏水有关，这扯到远雄吗？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今天普渡他怎么讲？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其实我觉得还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虽然是已经过去式了，可是呢，年代晚报觉得诚实是上策，诚实很重要。也就是当时课纲在修改的这个事情，课纲在冲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教育部长吴思华早就已经讲好，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要逮捕你，我就是要把你移送法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跟你当时告诉大家讲的内容不一样啦，就是你有说谎啦。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今天初步的报告出来了，那也大家看到了柯文哲的态度有转变吗？还是柯文哲真的很怕说他所有的这个分局长都被换光了呢？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哈，今天呢、最主要就是课纲报告出炉了。课纲报告出炉是一个 final 版还是一个初步版？台北市政府723的反黑箱课纲报告初稿今天出炉，今天礼拜一早上9:30的时候一出来哈，马上在市府大门当中，律师顾立雄了，独立记者林宇佑，还有苦劳网的记者宋小海就在这儿开记者会哈。然后呢？顾立雄说，如果知道记者会采访你还提告记者，那你教育部长应该要下台。他们就说723入侵教部，怎么可能7月11号你就定调要抓人？所以他们要求台北市政府跟警方要对外讲清楚。那这份报告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呢，他整个报告内容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提到惩处，而且呢8项建议跟精进的作为，就是说少数员警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啊，要你去处理一下，完全没有提到惩处。那我们先来看到7月29号的时候，台北市政府11楼专案小组有这么一个会议，这里包括了3位记者，还有副市长都在这当中。然后当时你记不记得，记者本来说你要10000元交保，然后他们就拒保以后就说好了，我让你走，我不用交保，我就限制住居嘛。那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哈？到底谁下令提告？
出现了罗生门，因为报告里面哈记者的说法，某一个三个记者当中有一个记者说，7月23号进出教育部之后，听到张其文就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对现场的警察说，叫教育部全部提告。可是呢，7月24号张其文跟大家讲的版本是说，教育部主动要提告。那所以是他叫教育部提告，还是教育部主动要提告？这就是罗生门了嘛。那另外一个记者就说，进入教育部之后，第一个时间抵达远景，开始对学生进行驱离跟管束，没有对三名记者进行阻挠，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你知道身份，你又对他们来提告，表示你明明知道他是记者，你就要提告，早就知道了嘛。那所以这里面就又爆出来说，其实入侵之前早就定调是恶意占领，就是说我早就知道，我7月11号呢，我就是先准备好了。警方跟教育部有一个共同的协调会，然后有一个共识说，如果民众在下班时间闯入广场，我就把它定位成恶意占领，到时候我们就全部押起来，全部强制执法。所以等到7月23号真的一入侵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说什么检察官告诉教育部，教育部告诉谁，他们早就警方跟教育部就有共识了，我立刻就抓起来。但抓起来的当中呢，马上的等于就是说连记者全部管理是谁全部抓了。那现在呢，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子，你身为教育部部长，怎么在7月11号你就知道会有人暴力侵占教育部呢？哎，你也很厉害，还是你就是故意把他呼弄呼弄到大家火大到非要入侵教育部不可？那就表示你是有一点是引导式犯罪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到教育部确实曾经跟警方进行多次会议啊，但是呢，这个是教育部的主任秘书讲的，警方的态度是如果有违法举动的话才依法来做。那教育部的立场对学生宽容，直到部长是被闯入才加强执法，还是说他早就知道说，反正我们呢讲好了，只要学生一有人闯入这个部长室，我们全部把他抓起来，把这些小孩全部抓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时这个讲法，这就是一个有预谋有想象，我就故意不跟你开会，我让你气再气再气，我当时把你抓起来。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部长这样子很糟糕。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台北市长怎么讲，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哎呀，不一定要起诉学生啊，不一定要惩处警方嘛，我们能不能这事情能够 smooth 一点解决掉。但是大家就说柯市长是不是有态度的转变，他身为市长有这个转变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可以理解并不表示可以接受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说啊，这只是草案嘛，大家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往下看，你记不记得7月24号的时候，也就是呢7月23一发生抢进去的时候，7月24号柯文哲市长呢就道歉，他说这个采访是记者的这个新闻自由，那所以呢对于这个警方逮捕记者我们致歉。然后呢8月11号他有一点缓颊说，啊，我自己上任以后分局长已经阵亡好几个了啦，啊，那未来整个事情怎么办呢？他就说啊，该处分就处分了。可是没想到现在就转圜说啊，可不可以就算了 ，smooth 一点，反正学生也没有被处分，那警察也不要被处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案例啊，报告市长，如果这个案例成为事实的话，以后遇到类似事情，那记者全部都可以被逮捕吗？我们要讲的是，当然记者有时候也很讨人厌，可是记者是代表人民的眼睛要去看事情的。真的是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肮脏不当的事情，不能为外人所道也的事情，他还是要去看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新闻采访自由的真谛嘛。那所以到底是怎样呢？那现在是说大家就算了，可是我们还是要报告一下柯市长。你知道虽然教育部是撤告，可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当时如果有对教官拉扯什么，当然他们是违反这个等于现行犯哈，他们还是要被告。因为当然我也觉得那是应该被告，因为他们是公共的违反行为嘛，哈，有一些行动的话，那个检方还是要告他们。好，我们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柯文哲呢今天还有个部分，大家就说哈，你看哈，这里面呢绿营的议员有点不爽啊，就是波多野结衣这个事情啊，他觉得说你自己的亲信戴季权你是不是太袒护了，所以大家有点不爽。然后再加上有游民啊，钟小平说，哎呀，市府是不是把游民载到阳明山哈，然后拆除蒙甲公园的遮蔽物什么什么的，他9月5号讲的。然后呢柯文哲今天说，阿伯你给他盖别墅给他们住哦，后来他说没有啦，我们要用愚公移山的方法来解决啦。可是尽管是这样，很多阳明山的民众已经很生气说，干嘛又把这个游民运到山上去，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柯文哲今天的事情真的蛮多，所以他今天要拜拜一下普渡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柯文哲的动作。应该算是个草案，就是说好，这是调查结果，这一样嘛，审判就一审二审三审嘛，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调查结果是这样，那每个人的陈述是这样，一定会大家都不满意的，那再一轮大家最后就有一个比较共识。柯市长上海平安，
一路从新竹、台中到彰化、浮选，还到金门闹军，挟带高人气，柯文哲走到哪儿，媒体焦点就在哪儿。但如今这些高调举动，步步牵动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毕竟连总统参选人小英都没柯P来的有话题性，就怕这股白色力量抢走太多议题基层主导权，让绿营下达违柯指令。民进党推出了一个违柯计划。看你抢了蔡英文的功。反正这个国家什么传闻都有，就看看就好了。这件事情哦，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我刚才去查证了一下，并没有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没想到维克计划，大家还非常的正式的来回答。他说，反正什么传闻都有，听听就好。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来进入了。武器大观之2015汉光演习篇。哎，前几天我们看了93大陆的阅兵，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汉光演习。我今天真的是本着一个很忐忑的心情啊，我们来搜集一下资料，生怕我们台湾哦，比起大陆哦，都是拜拜拜拜拜。哎，没有哎，结果我们有很多是胜的哎。你可以看到哈，全新武器的亮相哈，三军统帅是马英九总统，汉光31号演习，五天四夜不眠不休。好，先看到这里哈，当然啦，我们有的是买美国。啊、买美国的也是我们的造算 P3C 反潜机，最大速度1小时750公里，我们对上大陆制的最新6号反潜机，他们速度是650公里、哦、然后看到最大航程6000公里，我们是7800公里，我们胜了、啊、胜了、啊、哈。然后呢，再来看到海上巡逻跟侦察跟反潜作战呢，这是台湾制的哦，突然看到台湾制好高兴哦哈，沱江军舰41节，每小时是76公里哦、上面有雄风二型、三型的反舰飞弹，然后这里是陆制的沈阳号驱逐舰，然后它的时速是29节啊，比我们差那么多啊，所以我们是胜了，是胜了。可是呢，当然他们有实战演练。我说什么叫实战演练？他们这次就开到白令海峡，因为奥巴马在美国那里嘛，开到白令海峡。我说，哎、欸，我就跟编辑小赖说，你这个开到人家白令海峡就叫实战，那我也可以开，我随便开一个地方也算实战呐、啊。但是我们来看，这还有个磐石军舰哈，22节哈。这是台制的，这两个真的是蛮棒哈、哦，台制。然后还有瑞渊，这是念什么？好 ，UAV 的无人机哈、哦，这是台制的哦。然后最高的速度是1小时180公里，这个我们也是胜，因为大陆制的是 JJ1。翼龙无人机哈，它呢有飞入日本的识别区，这也叫实战经验吗？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胜了你了哈。再来看到呢，这个，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战车的部分，我们就输给大陆了，因为大陆这个呢，它是2栖装甲步兵战车哈，它是改进型的红箭哈 ，73C 的反坦克飞弹哈，上面有这个反坦克飞弹，它是胜。那我们这里呢是有81迫击炮，那但是我们这为什么会输给人家？那我们自己不撑头啊，因为我们这个有爆出来有大陆的零件啊，你用大陆。零件我们当然不能跟你说胜啊，而且那时候有勾结厂商啊，48亿的弊案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个云豹装甲车嘛，好，就这个。那我们再来看到台湾的战力是输人不输阵，阿帕契的战斗机哈，阿帕契的战斗机对上大陆的武装直升机15直装直升机，结果呢是平手，因为他们称之为大陆阿帕契，我们称之为正港阿帕契，我们这是美国制的哈，这是平手。然后再来 F16 战斗机跟美国买的，然后这是歼15的战斗机，大陆自己制作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速度跟它比起来，这是胜的。爱国者飞弹也是美制的，有效射程180公里，对上东风七子的飞弹，东风七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有7个嘛，我们那天有为大家讲过，所以我们就说它实在是以多取胜啦，就算它胜好了。那汉光规模，有人说呢，假扩大真缩小，为什么？其实有增加哦，52项增到57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但是呢，有这个风传媒爆出来说，你有2亿的预算拿去做这个所谓的阅兵啊，所以2亿的预算呢，有做抗战70周年的国防战力。所以算是钱有减少，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他说我是钱拿过去，钱减少，但是我并没有减少内容啊，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应该是说我呢钱减少了，但是我没有缩水，所以表示呢还是很实力的展示。那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的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不是写说大陆很多武器是不是山寨，对不对？像苏凯33战斗机，大陆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歼十五跟这个苏联的苏凯33相似度95%，但是不论如何，他说这次的阅兵典礼是山寨武器大展，这个是新加坡的防务跟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斯卡说的，但是他也说大陆已经走过了拷贝的阶段，那表示是拷贝更 upgrade 了吗？总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不要忘记哦，这个重头戏马上要登场，包括了马总统。
统呢，他要到湖口之外，他也要到横山指挥所来看看去年的汉光演习。对呢，这个顺时针从左侧。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你看你阅兵又怎么样，我们是实战的演练，看起来哦信心倍增啊。好啊，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一方面还要来告诉您，今天的台北股市算是礼拜一的开盘，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过看到这个哈，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幸的事件啊，就是英年早逝啊。科技业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放轻松一点哦。这个瑞昱资深的副总李朝正今天被发现有坠楼的事件，他非常的优秀哦，他设计出全世界第一颗整合类比数位跟记忆体的三合一，好，以太网络晶片，打败全球晶片的龙头 Intel。 那上礼拜五他是请假在家里面，后来坠楼，可是公司说他是运动发生了意外，但不论如何，他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大女儿，大概15岁、18岁。那其实，在半年之内，我们看到我们科技界哈损失了不少人才，像是呢世界先进的前董事长哈，前董事长呢7月2号是罹患胰脏癌过世，67岁而已。华硕的前财务长张伟明哈，他是想不开，50岁而已。然后呢，茂迪的前董事长哦，他是7月24号也是病逝。享受是68岁。那我们再看到今天这一点，那台北股市间的表现呢？台北股市哈，今天因为美股前一个交易日是重挫200多点，台北股市间一开盘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失守了8000点，然后后来陆股上来开盘开红不错，他们就往上拉，最后就上下震荡，最后是小跌了14点做收。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量太少了，677亿真的太少，创下7个月来的新低。那大陆的股市呢，其实今天的表现呢，一开始的时候开盘是有拉起来，后来是跌。收盘的时候呢，还是失守了，跌了79.75点。不过今天有一个重要讯息啊，联发科跟力奇啊，他们宣布结盟，站稳前三大的晶片厂，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参考。不过大家很多人说，哎，我看完这股市的消息，我也想知道今天的气象如何。我跟你讲，今天都是做大水啊，就是刚刚讲中部有淹水啊，不来看一下。哦，这阴干呢。放眼望去，沿途几百公尺都是这副景象，淹水超过半个轮胎，民众苦笑不用开车，要开船了。中午一场大雨淹没斗六市区。外面里面灾情惨重的这个情形哈。不过讲到灾情惨重这个状况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哪个地方也是灾情惨重？一个我们看国民党的立委选情，好，今天我看到有个标题说，民进党要拼67席，要这个多数执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这个真的全部是大巨蛋造成的吗？我们松烟真的是哈，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看到。立委选情的部分呢、啊？立委选情，我觉得是跟王金平哦，一张公这代志哈，实在哈，我啊在看者，让他讲哈，他昨天呐、啊，一张公哈选举哈，够够好亏啦，够好亏啦，在台上讲说哈，甲伊够好亏，啊甲伊以前问的选公是不是总统跟立委够好亏，好，但需要疼惜自己的子弟的时候，我们就拼自己的，相信哦，要当选并不难呐、啊，啊，结果今天呢、啊，大家就说啊，他就讲说，这不是写的王金平全力支持吗？对不对？我就是全力支持啊！可是他就讲说，昨天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台下就说：“啊，你给侯奎都是公选总统的洪秀柱跟选立委要分开吗？”他说：“没有啦，没有，你们不要这样子听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高雄市的凤山选区哈，立委参选人黄喜文一张在公介台写着，就徛在黄喜文的边啊。黄喜文呢是高雄市的冈山选区嘛哈。那个时候跟他同选区的许志杰，民进党的许志杰哈，就讲说哈，说什么呢？他就讲说哈，如果719提名洪秀柱的话，有可能他会宣布不选。谁讲的呢？黄喜文讲的。可是现在已经提名洪秀柱，他还是照选呢、啊。那另外你再来看到高雄市的议员呢、啊，就是陆淑美的女儿黄韵涵 PK 了民进党的现任立委邱志伟。陆淑美那个时候也有说啊，我都听王院长的，他叫我选我就选啊，他叫我不要选我就不要选。那但是他女儿还是被提名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立委钟绍和的儿子钟义仲，那也是提名了，他要 PK 的是现任立委邱义莹。不过你来看到现在哈，我们说王家军啊，是不是王金平会千山我独行哦？你可以看到在这当中哦，真的是哈，他可以说呢，桃园的陈根德挑战6连霸。
桃园的廖正景力拼一线生机，彰化的王惠美，云林张家俊是退选，然后呢嘉义翁崇军是退选，然后呢新竹的吕学江是放弃连任，新北市的卢嘉诚是挑战连任，新北的李鸿钧是退党，所以看起来呢在这里四进四退，所以王金平会怎么样，他接下来会不会就是攻击带小鸡，而且呢王系中常委当中有12个人这次上，12个人这次上是不是九月会提出来，就是说替他提要九月的不分区立委，让他来继续可以当立法院的院长呢？哎，这个部分大家都是非常的好奇啊。不过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大家说呢，红点博物馆漏水的问题，真的就是在远雄大巨蛋的第一排，这下子到底要谁来负责？是远雄大巨蛋，还是台北市的文化局要负责啊？一贯的西装笔挺，远雄集团发言人杨顺清再度亲上火线，这回为了全球知名的红点博物馆这个展览，那么之所以要撤出的原因，我想在其他媒体上也有披露，不单单只是因为是远雄或者是一些裂痕。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双方之间都推来推去，但是红点如果真的撤出台湾的话，当然让大家觉得说真的是也蛮没有面子的。可是它不是漏水一次，它漏水蛮多次了，难道没有解决的方法吗？我们就是上面搭一个细棚子，搭一个棚子不就可以了吗？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总统立委 get hold 亏，什么叫做这是洪秀柱出关之后说的两岸分治。不分裂什么意思呢？另外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现在好流行哦，说什么什么果汁，就是欧阳妮妮喝的这个果汁一天要1000多块，说什么冷榨果汁可以怎样怎样，我只很好奇这会不会越喝越胖啊。什么冷榨果汁跟那个慢磨机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看一下，还要看一看是哪个女记者在柯P前面跪着采访，还有我们要看到的什么时候要开闸连战或秦金生呢？稍后回来。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我们呢看到了在台湾在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一次呢整个欧洲难民的部分呢，那么刚刚最新的状况我们说呢，奥地利他们又再次把边界给关起来，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了，他没有办法来 handle， 那但是呢德国他们说要处理80万的难民，不论如何哈，我们都要讲说真的是谢谢你德国。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来讨论说有的人是酸酸的在讨论说为什么德国人他要来欢迎难民，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看嘛，他那个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对于犹太人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屠杀的事情他要来洗底，也有人说他现在缺乏劳工，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如果他真的缺乏劳工的话，那很多国家都缺乏劳工，你为什么不要让他们来呢？所以有另外一个理由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其实德国人东德人也曾经有1400万人，他们自己那个时候在战败的时候也曾经是难民，而且那个时候俄国他们，我就常觉得俄国人很奸诈，他们打赢了那个战争的时候呢，他不但吃掉了波兰的土地，他叫波兰再去吃德国的土地之外，他们还强暴了200万的德国妇女，这个在史实上都有记录的。我们来看到这个图哈，其实过去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已经在打战的时候呢，那个俄国到最后一刻才加入战争，那俄国他已经占领了波兰的一些土地嘛哈，那波兰要建国，俄国就说我是战胜国，我战胜国为什么要归还你土地，我吃下来的我就不要吐出来，没想到西欧强权也说好啦好啦，那就不要，你就不要吐出来，那我波兰怎么建国，那我就只好往这边再吃掉东德的土地，东德的这些人就你对不起啊，你们就往那边走，谁叫你们战败，谁叫你们这么坏，就往那边走，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大迁徙。的确也有电影，有一个电影叫做《百万大逃亡》，演的就是这个情形。你想想看，那些人多可怜，那个时候他们又是战败国，他们又没有地方去，然后到很多地方看尽了脸色，谁叫他们是侵略者，对不对？那梅克尔他是出生在当时东德汉堡的一个传教师的家庭。所以你可以理解梅克尔他是东德人，他知道那一段历史，他又是来自于传教士家庭，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给梅克尔鼓鼓掌啊，赞啊，有这么一个风范不容易。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是谁登上了阅兵台之上，有这么复杂吗？
好，我们来看到，其实已经就讲越讲越清楚了。我就是上了那个台子的后面，那我眼睛没闭出来，我肚子痛，是这样子吗？你可以看到各国元首在这里，现在弄得更清楚了哈，在这个地方啊，那习近平啊大佬在这边，然后我们来看到旁边这里是连战，那侧面这个地方，台湾的贵宾团是在侧面这个地方，楼上有谁？秦金生、郁慕明啦、林炳坤、吴盟的主席，还有尹衍梁等人，台湾贵宾15个人呐、啊。秦金生呐、啊，他就说：“哎呀，我太阳太大，身体不适，我要到后面休息区看看大荧幕转播就好。”10点阅兵，他有上这个台，上了台以后，他10点阅兵快开始，他说：“我不舒服，我到后面去。”那林炳坤就陪秦金生离开大概1个小时，直到典礼结束，林炳坤跟秦金生又回来，所以跟着台湾团一起离开这现场。所以呢，现在就是讲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有一半不对是什么呢？秦金生说：“我没有在观礼台上，我没有现身在观礼台上。”错，你有在观礼台上，你现身了，但是阅兵的时候你到后面去了，所以呢，你没有在观礼台上看那个地方。你的座位有一直空着吗？没有，你有出现，只是阅兵的时候你是到后面去的。那我们来看到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地方可以休息呢？这个城楼正中央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还原，大概有10根大红柱，有9间的这个房间在后面有休息室啊，习近平等人在后面。侧面这里大概有5间，南北20.97米，里面也有，但是呢，后面的地方有休息区，后面的地方休息区就晒得到太阳，也就是我们看到吴怡等人在这儿来握手的。吴怡过去反入我们加入国际组织的，就是中国前副总理吴怡在这儿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在这个非正式的见面当中，连战啊、哦、跟胡锦涛有进行会面，然后秦金生也在这儿，所以谁放这个照片？秦金生第一张的曝光在这儿，第二张的曝光在这个地方被曝光了。那现在大家就要来看看，国民党跟亲民党就是在盯啊，盯说到底谁要先惩处啊？那有人说现在这样惩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宋楚瑜要怎么样来处理秦金生的部分呢？那连战的部分又要如何来处理呢？9月4号没有处理，那接下来的礼拜39月9号会不会处理呢？这可能都是个话题。再来看到，当然这里包括了他们的金婚宴也成为焦点。好，我们来看到，这是当时唱歌的这个情形。不过在金婚宴现场啊，也是唱的受到大家的瞩目。可是呢，在现场，那接下来又要如何呢？这整个政治话题，整个延续之下还没有结束，包括了双十国庆，还都是一个话题。广州回来，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报道的，包括了就是登革热有什么最新的状况。稍后。现在大家在流行啊，这个冷压果汁啊，说什么断食什么的。冷压果汁跟这个打的不一样，是它时间比较久，但是打的有纤维值。可是专家说啊，你就算是用冷压果汁来替代什么排毒啊什么的，其实对身体健康来讲，不能够替代全部的养分哦。那至于我上就往生了，我们的报道。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哈，先来看到这个登革热的这个部分哈。登革热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登革热呢，今天破了6000，可能会有3万例吗？它现在是跳跃式的向北扩散。当然，同样的爆发性的就是宋楚瑜出来了，洪秀柱也出来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登革热。我必须坦白讲，我们每次都在播政治新闻，不过刚把登革热逮起，实在有够严重呢。你看哈，今日中岛的时阵已经突破6000例哈，南向北跳跃式的扩散。你台北人时代卖花艺修账哈，与然来讲，今日早起的时阵哈，都接了第4例，在文山区49岁男子，近期没有出国，也就是说他是本土性的，他公司在北投，那他有去过台南呢？没有，他有在桃园跟彰化，所以呢，真的是慢慢北移了嘛。过去台北市中山区1例，信义区2例，文山区1例，那第3例有确定去过台南，可是这例是没有。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哈，我们用6都来看好不好？以6都来看到，当然比较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全台的这个县市这个部分呢，整个全台湾是5000多例嘛。那5000多例呢，以北部来讲，中北部来讲，你看新北市已经是15例了，台北市4例。我们讲的是本土哦，我们境外的没有算进来。境外的你到外国被人家咬了，我们只能够自己哀悼之意。我不管你，因为你在台湾比较严重。那我们看到已经死亡的是10例，南部的疫情拉警报，台南呢、哦、昨天已经增加一天增加300多例。你看台南市哦，台南市的病例数本土的就5200多例。
例，高雄市是609例，几乎100%都是本土的。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东西，大概讲普纳不巴波到底五号还不好？压力都是讲疾管局的这个局长的讲无好，伊讲无好，我就讲我变啊，你无好，搁普纳不巴波啊，今嘛大概是要讲物件，是不要那讲？现在大家就说这怎么办？喷的到处都这样子，那你又说没有效？我们今天仔细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有效？我们先看这个例子哦，我们年代晚报找出这个例子，这个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很恐怖，你知道？2012、2013、2014、2015，数据会说话。你从七月份开始看哈，你每一年这样去比较，这个是讲全台湾的例子哦。数据开始看呢，在七月份呢，今年是比较感觉上比去年差不多都在600多例嘛。然后八月份的时候，马上我们是跳到4000多例，去年这个时候八月份才1000多例，九月份的时候去年才3000多例，今年就5000多例。那如果按照哈去年的十月份呢是 double 2.5倍的话，那今年2.5倍就是15000例哦，就是说下个月就会到15000例。如果我们再到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高雄登革热很严重，它几乎是相当于4倍。你如果再相当于4倍来算，那你不就将近是30000例嘛？那我现在就讲到这里，到底该怎么办？我们先来看到这里。今天我们先讲说，我没有要怪中央跟怪地方，可是我觉得中央跟地方应该各打50大板。为什么呢？中央就说，哎，我觉得我应该让你地方好好的来做啊，那我就给你钱啊。然后地方就说，哎，我们都跟中央配合啊，你们两个很奇怪耶，你们两个能不能够赶快的出来手握手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10条人命了。你可以看到哈，昨天的时候疾管署宣布9月底中央接手防疫。我想请问你，今天9月7号，你要等那么多天吗？我实在刚好就奇怪哈。然后现在的疾管署署长郭署长说，成立疫情指挥中心阻碍地方成长，这是哪一国的歪道理？我现在中央成立疫情组的中心就会阻碍你地方成长，这什么理由啊？我等你到9月底，如果你没有好转我再接手，什么意思？我要等你死更多人吗？我是这样讲的，我不懂啊。你9月底没有好转，你要等到9月底吗？如果你明天突然大爆发，你真的给我熬到9月底吗？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赖清德，他说他有没有说拒绝中央？他没有，但是他在这个会议当中，他有说防疫经费希望中央能伸出援手。中央马上就说啊，钱不是问题啊，我动用第二预备金4200万，我再投入500万，换句话讲4700万。去年高雄才给3000万，你看我钱给你很多，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这钱不是问题呢，你钱够，你钱够安怎？9月5号台南好、哦、召开这个整个登革热的这个会议呢，前后任局长我们发现是讲法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疾管署局。他写错了哈，疾管不是署长，疾管局局长啊，他就说我是属于喷药无效论呐、啊，你不喷啊，人家觉得没作为，所以很多的喷药其实是为了宣传用。中央暂不用成立防疫中心，哎，你这样讲也很怪，搞了半天喷药无效啊，我南部在喷了鬼爆波喜冲下，然后之前的疾管局局长啊，苏益仁算是他的前辈了哈，就讲说地方防疫经验也不足了，疾管署本来就应该要介入主导，登革热北移是趋势，而且你要严防本土化，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如果估计今年可能破纪录，会增到2到3万例，所以你讲到这是不是很恐怖？好，讲到这个恐怖，我就说啊，先冷静一下。政治也是一样啊，政治今天你看哦，这个洪秀柱出来了，他说要打一个空军的战役，然后大家就说，什么叫空军的战役？陆海空三军，什么叫空军的战役？然后呢，朱立伦说，哎呀，他对台湾走向民粹很感慨了，前前之后要更加努力了。然后呢，这个黄昭顺呢，他也声明说，哎，报纸讲说什么，我讲说不懂啊，我也要闭关呐、啊，其实没这个事情了。然后呢，在这里面还要怎么样来选呢？那阅兵之后呢，神隐四天的。宋楚瑜传出今天有私底下来接受访问，明天就要出来，明天要到澎湖去找朋友吗？好，看到这些，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真的是一下子是登革热，一下子又说在闭关期间有没有洪秀柱跟金普聪的二次会面。好，我们的报道先来关心一下，当一只蚊子会影响到什么？你看看这个症状，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呢？那很多症状就像选举一样，你出现党有什么症状，还是要改进啊，否则这个危机会烧得很严重。我们的报道。就
进从南部移到北部。我是属于那种喷药无效论派，一个说不喷，一个你不喷，结果的结果就是不相好。同时给你打四种病毒，就登革热的四种病毒打到身体里面去。这里是台南市的国华街，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相当热闹的振兴街。不过呢，摊贩说最近客人少了很多。8月23号到31号，事实上这九天的时间是台南、高雄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导致台南跟高雄的疫情在上个礼拜就开始都急速的上升了。所以我们目前除了努力做防疫之外，那这个其实也要靠一些天气的帮忙啊，登革热流行疫情协调汇报，就是让已经核给第二预备金4200万，那环保署也预备给500万给。好，我们来看到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不过我们要报告一下副署长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哦，并不是钱的这个问题哦，而且年代晚报在这里也要大声的呼吁哦，其实哈、登革热这个问题，全世界 CNN 有讲。CNN 说呢，登革热其实全世界呢，大概一年当中有5000万人会罹患登革热。我们可能过去来讲啊，登革热不现在大代志，拢不现在代志。不过你怎样，每次它都会有变异，对不对？那今年这个登革热夺命起来非常的恐怖，所以你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你哪公吉那里9月7号，你要等到9月底，那夯不啷当也要20几天，20几天发生了大状况怎么办？这不是钱能够解决的。我们也希望台南市哈、要赶快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讲的是台北市政府。要赶快处理。我们呢、到这个插播一下哈、好像有记者说哈、在台北市内湖花市旁边呢、还有一些这个上次的风灾造成的这个树啊，还是相关的这个部分呢、都堆积在那里哈、再加上下雨，如果你没有移走的话，到时候都会是决绝的这个爱生的地方。到时候登革热出来都不要怪别人哦，到时候就会被骂惨了。好，回到这里，那我们回到政治的话题。我真的讲到说，大家都说谁病了，谁病了。啊、你这个无病呻吟也是很怪，说谁病了？我们来看一下谁病了，这是谁讲的？先看一下，振奋一下，都有听听就好。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来进入了武器大观之2015汉光演习篇。哎，前几天我们看了93大陆的阅兵，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汉光演习。我今天真的是本着一个很忐忑的心情啊，我们来搜集一下资料，生怕我们台湾呢、比起大陆哦，都是拜拜拜拜拜。哎，没有哎，结果我们有很多是胜的哎。你可以看到全新武器的亮相，三军统帅是马英九总统汉光31号游行，5天4夜不眠不休。好，先看到这里，当然了，我们有的是买美国的，买美国的也是我们的造算 P3C 反潜机，最大速度1小时750公里，我们对上大陆制的最新6号反潜机，他们速度是650公里，然后看到最大航程6000公里，我们是7800公里，我们胜了胜了哈。然后呢，再来看到海上巡逻跟侦查跟反潜作战呢，这是台湾制的哦。突然看到台湾制，好高兴哦哈！沱江军舰41节，每小时是76公里。上面有雄风二型、三型的反舰飞弹，然后这里是陆制的沈阳号驱逐舰，然后它的时速是29节啊，比我们差那么多啊，所以我们是胜了，是胜了。可是呢，当然他们有实战演练。我说什么叫实战演练？他们这次就开到白令海峡，因为奥巴马在美国那里嘛，开到白令海峡。我说，我就跟编辑小赖说，你这个开到人家白令海峡就叫实战，那我也可以开，我随便开一个地方也算实战呐、但是我们来看，这还有个磐石军舰哈，22节哈。这是台制的，这两个真的是蛮棒哈，台制。然后还有瑞渊，这是念什么？好 ，UAV 的无人机哈，这是台制的哦。然后最高的速度是1小时180公里，这个我们也是胜，因为大陆制的是 JJ1。翼龙无人机哈，它呢有飞入日本的识别区，这也叫实战经验吗？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胜了你了哈。再来看到呢，这个，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战车的部分，我们就输给大陆了，因为大陆这个呢，它是2栖装甲步兵战车哈，它是改进型的红箭哈 ，73C 的反坦克飞弹哈，上面有这个反坦克飞弹，它是胜。那我们这里呢是有81迫击炮，那但是我们这为什么会输给人家？那我们自己不称头啊，因为我们这个有爆出来有大陆的零件啊，你用大陆。零件我们当然不能跟你说胜啊，而且那时候有勾结厂商啊，48亿的弊案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个云豹
引爆装甲车嘛，哈，就这个。那我们再来看到台湾的战力是输人不输阵，阿帕契的战斗机，哈，阿帕契的战斗机对上大陆的武装直升机，15直装直升机，结果呢是平手，因为他们称之为大陆阿帕契，我们称之为正港阿帕契，我们这是美国制的，哈，这是平手。然后再来 F-16 战斗机跟美国买的，然后这是歼15的战斗机，大陆自己制作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失误度跟它比起来，这是胜的。爱国者飞弹也是美制的，有效射程180公里，对上东风七子的飞弹，东风七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有7个嘛，我们那天有为大家讲过，所以我们就说它实在是以多取胜啦，就算它胜好了。那汉光规模，有人说呢，假扩大真缩小，为什么？其实有增加哦，52项增到57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但是呢，有这个风传媒爆出来说，你有2亿的预算拿去做这个所谓的阅兵啊，所以2亿的预算呢，有做抗战70周年的国防战力。所以算是钱有减少，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他说我是钱拿过去，钱减少，但是我并没有减少内容啊。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应该是说我呢钱减少了，但是我没有缩水，所以表示呢还是很实力的展示。那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的《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不是写说？大陆很多武器是不是山寨，对不对？像苏凯33战斗机，大陆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歼15跟这个苏联的苏凯33相似度95%。但是不论如何，他说这次的阅兵典礼是山寨武器大展。这个是新加坡的防务跟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斯卡说的。但是他也说大陆已经走过了拷贝的阶段，那表示是拷贝更 upgrade 了吗？总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不要忘记哦，这个重头戏马上要登场，包括了马总统。他要到虎口之外，他也要到横山指挥所，来看看去年的汉光演习。对啊，这个顺时针从左侧。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你看你阅兵又怎么样，我们是实战的演练，看起来哦信心倍增呐。好啊，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一方面还要来告诉您，今天的台北股市算是礼拜一的开盘，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过看到这个哈，我们又看到一个不幸的事件啊，就是英年早逝啊。科技业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放轻松一点哦。这个瑞昱资深的副总李朝正今天被发现有坠楼的事件，他非常的优秀哦，他设计出全世界第一颗整合类比数位跟记忆体的3合1，好，以太网络晶片，打败全球晶片的龙头 Intel。 那上礼拜五他是请假在家里面，后来坠楼，可是公司说他是运动发生了意外，但不论如何，他有2个女儿，小女儿、大女儿，大概15岁、18岁。那其实，在半年之内，我们看到我们科技界哈损失了不少人才，像是呢世界先进的前董事长哈，前董事长呢7月2号是罹患胰脏癌过世，67岁而已。华硕的前财务长张伟明哈，他是想不开，50岁而已。然后呢，茂迪的前董事长哦，他是7月24号也是病逝。享受是68岁。那我们再看到今天这一点，那台北股市间的表现呢？台北股市哈，今天因为美股前一个交易日是重挫200多点，台北股市今天开盘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失守了8000点，然后后来陆股上来开盘开红不错，他们就往上拉，最后就上下震荡，最后是小跌了14点做收。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量太少了，677亿真的太少，创下7个月来的新低。那大陆的股市呢，其实今天的表现呢，一开始的时候开盘是有拉起来，后来是跌。收盘的时候呢，还是失守了，跌了79.75点。不过今天有一个重要讯息啊，联发科跟力奇啊，他们宣布结盟，站稳前三大的晶片厂。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参考。不过大家很多人说，哎，我看完这股市的消息，我也想知道今天的气象如何。我跟你讲，今天都是做大水啊，就是刚刚讲中部有淹水啊，不然看一下。哦，安尼阴干呢？放眼望去，沿途几百公尺都是这副景象，淹水超过半个轮胎，民众苦笑不用开车，要开船了。中午一场大雨淹没斗六市区。啊，了呀。外面这样子灾情惨重的这个情形哈，不过讲到灾情惨重这个状况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哪个地方也是灾情惨重。一个我们看国民党的立委选情，好，今天我看到有个标题说民进党要拼67席，要这个多数执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这个真的全部是大巨蛋造成的吗？我们松烟真的是哈，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看到
立委选情的部分呢、啊？立委选情，我觉得是跟王金平哦，一张公这代志哈，实在哈、哦，有啊，大家看见，让他讲哈，他昨天呢、啊，一张公哈选举哈、哦，够给好亏啦，给好亏啦，在台上讲说哈、哦，噶一给好亏，啊噶一，以及现在温德雄公是不是总统跟立委给好亏？好，但需要疼惜自己的子弟的时候，我们就拼自己的，相信哦，要当选并不难呐、啊。啊，结果今天呢、哦，大家就说啊，他就讲说，这不是写的王金平全力支持吗？对不对？我就是全力支持啊！可是他就想说，昨天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台下就说：“啊，你给侯奎斗西公选总统的洪秀柱跟选立委要分开吗？”他说：“没有啦，没有，你们不要这样子听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高雄市的凤山选区哈，立委参选人黄喜文一张在公介台写着，就卡在黄喜文那边啊。黄喜文呢是高雄市的冈山选区嘛哈，那那个时候跟他同选区的许志杰，民进党的许志杰哈，就讲说哈，说什么呢？他就讲说哈，如果七九提名洪秀柱的话，有可能他会宣布不选。谁讲的呢？黄喜文讲的。可是现在已经提名洪秀柱，他还是照选呢、啊。那另外你再来看到高雄市的议员呢、啊，就是陆淑美的女儿黄韵涵 PK 了民进党的现任立委邱志伟。陆淑美那个时候也有说啊，我都听王院好不好？大陆有九三阅兵，我们也有汉光演习了哈。原来呢，就是九七的汉光演习反制九三阅兵了，洪秀柱出关了。但是秦金生有一张关键的照片曝光，我们要来看看。你先看一下哦，今天这个下面都是内幕哈。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哈，今天早上清晨登场，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国军呐、啊，汉光三十一号演习哈，假想。敌就是2016的共军威胁，它有两大演练，第一个是网络攻击，第二个是实兵的攻击。然后地方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士林官邸嘛，在士林，这个是东吴大学，这个是三军大学，这是横山指挥所，这是圆山饭店，横山指挥所在大直那边嘛，哈，所以呢，重点就在这个横山指挥所当中，它有一个政军兵推，国安会来主导国家政军指挥中心，就是政治军事的指挥中心，哈，那模拟中共的网军要攻击瘫痪之后的应变，这整个都在大台北地区。然后九月八号要适时进入横山指挥所，现在不能告诉大家哪一天，因为马总统的行程要保密。然后九月十号到新竹的坑子口来教阅，同心二十七号昨天已经动员召集令生效了，就是把这个阿兵。兵哥曾经当过阿兵哥都召集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接连之外呢，还有九月二十一号三天的实兵演练。台湾遭逢强震，前面都是军事，后面这个很重要哦，强震啊、豪雨啊、人为疏失啊、核电厂啊、双北基隆大量人口疏散，这个九月二十一号的实兵演练我们也是特别的关注。所以可以看到哈、哦，阿兵哥真的这个演练还是蛮重要的。但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说哈、哦，这个演练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你先看一下哈、哦，这个地点我们跟大家来曝光一下。但是这个曝光的情势范围有四个地方大演练，有三个地方是实战的演练，一个是新竹坑子口的这个靶场有一个反周波射击，一个是东部的外海有海上实兵操演，还有一个是台中清泉岗的这个台中清泉岗的机场，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台中清泉岗的机场，是反制空降的突击啊，然后百余的伞兵部队空降突击，瘫痪机场加雷达站。那这里呢，就是屏东的三军联合训练，有联合地空的这个作战。好，讲完这些的备战之后，那我们看到政治上也是叠对来叠对去哈、啊。有人就说，闭关当中，闭关三天，对不对？闭关三天当中啊，怎么会？有传出来洪秀柱跟金溥聪密会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传言，我个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如果洪秀柱他所闭关的地方是外传的中和圆通寺，中和圆通寺是专门给女生的嘛？那如果金溥聪要跟他见面，难不成要约在寺外见面吗？这是我想象到，这不是很奇怪吗？但是今天一直传出来说，洪秀柱的这个病了的8000字宣言，是府院党都有先看过，是这样吗？好，那我们很好奇他到底在哪里。现在我们刚才讲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说可能是这个，那搞不好最后明天洪秀柱说不对，我不是在这里。但是大家都说呢，好像是中和的圆通寺哈。中和圆通寺呢，它很特别的是，它不是两只石狮子啊，左边是石像，右边是石狮子，不是传统的两尊石狮子。很特别的是，里面是有日式建筑的风格。妙清尼师呢，在日治昭和元年的时候来建造的。那很特别是，它的地方呢，也符合洪秀柱的心境。为什么呢？它起点是中和的闹区，然后经过这里有个国旗岭，老兵做的国旗岭，然后最后是圆通寺啊。中途的国旗岭是老兵退伍老兵所建的，但凭赤手建明廷，不朽老兵啊，辟大地。
而且呢，这里说老兵惨淡经营啊，那出力出钱革命志，任劳任怨为人生。他们说呢，国民党的老兵，也就是洪秀柱，洪秀柱的爸爸也是老兵出身，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好，所以讲到这一点，那我们要讲到一个，就是说。洪秀柱啊，他在这一次出来的8000字，其实我应该是要挺他的，因为他的背景跟我有点像，因为他是山东人，然后爸爸也是老兵出身，我爸爸是军医出身，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是一码归一码，我们也希望柱柱姐能够听进去一些大家共同的意见，因为在今天我觉得对柱柱姐出来的感言，当然也是觉得说她是真情流露、性情中人。可是呢，她一直说病了，病了以后，大家听了就会觉得，你都觉得别人病了，那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心理学上，当你都在说别人怎样怎样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啊，怎么都没有检讨到你自己，都说我们大家病了，你说病了哈，然后呢，蔡英文昨天就说台湾社会病了这个问题，他要改革、安定、包容、解决。那这里面大家也讲出来祝语录，就说哈，台湾人呐、啊，真的这个是这个柱柱姐讲的，好骗不好教。不好教，这样讲起来，我们台湾人需要教嘛啊、哦，人民苛责马，宽待扁，有吗？哎，陈玉扁也有被关过啊，现在出来了，不是吗？台湾病了，国民党也病了啊，大家都病了。我真的有个感觉是说，台湾没病哦，也被讲到有病了。那所以我今天就想到一个，这是谁讲的？说看起来柱柱姐闭关3天显然不够啊，可以多关几天。哎，这不是我讲的呢，不是我讲的，这是评论讲的。评论说哦，这样的反省需要3天吗？最后一句话就说应该多关这个几天。好，那回到这里呢，我们就说，那其实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嘛。柱柱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这个金溥聪二次会面。当然，我们希望她能够说的就说吧，哈。她要选到底，她还是要选到底了。那但是呢，她是很坦诚的说出她的感想。但是我们就看到，那宋楚瑜呢？宋楚瑜也这个好像也是刚好很巧的，也不在啊，也没有出来啊。那到底两个人是不是都因为要避开连战的这个所谓的阅兵之旅？那今天就讲到秦金生的这张照片了。刚刚讲到这张照片呢，最后他说我有去了，但是我后来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哦，不是写生理痛，他不可能生理痛了哈，肚子痛、中暑、精神奕奕，没看阅兵，总之就进去了，然后就对照，这是红柱子、白栏杆，就对照到底在哪里？结果对照了老半天，终于有一个答案了，他是在侧面的观礼台后面的休息区。哎，那张图我跟大家讲一下，所以搞了半天是这样子，这个是正面嘛？这个是正面，这个因为这个有这个侧面哈，正面第一排哦，我们今天终于还原清楚，之前啊、我们知道习近平是在这个地方正中央，我们本来以为连战是在这边，不对了，连战在这边，第二根柱子这里，好，都是第一排，好，但是呢，我有大陆有人说啊，连战身边那些你们不认得的，不是老兵，是大陆一些地方名不见经传的首长啦，老的啦，所以他觉得连战很尴尬啦，这是来自大陆有人的说法，我不知道，我听说的。然后再看到这个侧面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的15人代表团就在这儿，秦金生的位置也就在这儿，就是侧面这里。那侧面这里呢，后面就有个休息区，所以被拍到照片这个地方，像是连战啦、秦金生啦、吴仪啊，他们在这儿喝水啊、看电视啊、转播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所以这就是这一张所拍到的情形。那换句话讲呢，秦金生呢，他有没有在现场呢？秦金生呢，他其实是有上观礼台，但是一开始阅兵的时候，他说：“哦，我肚子痛，我病了，然后我就到后面去喝水。”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状况，但是我又觉得亲民党说。大陆阅兵，秦金生不在观礼台啊，这样子不就是说谎了吗？所以非常奇怪。然后呢，今天有个版本说，阅兵前一刻，秦金生称病闪人，所以真的是很奇怪哎。我们要讲说，怎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生病啊？你病了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洪秀柱精神很好，到国民党中央跟党中央来谈选战。打开洪秀柱脸书粉丝网页最新 po 文是这首歌。这篇名为坚持为台湾走对的路的影片是支持者搜集洪秀柱下乡片段汇集而成，就是一个高雄的热情的支持者帮我们做的。那其实这部影片呢里面收录的注解，这是第一次那个台湾全岛走一圈到各个乡镇的一些画面。但其实支持者选这一首歌当衬底音乐可是有原因的哦，因为柱柱姐就爱坚持。
之前接受媒体访问，洪秀柱开金口唱歌自选曲也是坚持，就连出关记者会都叫坚持走对的路。哎，大家好。朱姐，王院长提到总统立委跟你对视，该怎么办？不好意思。匆匆进入办公室，洪秀柱出关后第一天就得准备下午和党中央开策略会议的资料。打一场以空军为主的选战，哈，这个非典型的选战。洪秀柱以新型网络战配合国民党传统组织战，空路双面夹击，迎战唯一对手蔡英文。我的对手就是蔡英文女士。记者综合报道。好，不过呢，在闭关三天之后，看起来出来气色是还不错。但是呢，我们讲到柯文哲，柯文哲今天真的是哈，大家看到了很多这个事情围绕到他身边。不过呢，严格来讲有三个事情，跟观众朋友来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来自于德国的这个展场说要撤离了啊，撤离的原因是因为跟这个我们讲到松烟的漏水有关，这扯到远雄吗？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今天普渡他怎么讲？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其实我觉得还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虽然是已经过去式了，可是呢，《年代晚报》觉得诚实是上策，诚实很重要。也就是当时课纲在修改的这个事情，课纲在冲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教育部长吴思华早就已经讲好，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要逮捕你，我就是要把你移送法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跟你当时告诉大家讲的内容不一样啦，就是你有说谎啦。那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今天初步的报告出来了，那也大家看到了柯文哲的态度有转变吗？还是柯文哲真的很怕说他所有的这个分局长都被换光了呢？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哈，今天呢，最主要就是课纲报告出炉了。课纲报告出炉是一个 final 版还是一个初步版？台北市政府723的反黑箱课纲报告初稿今天出炉，今天礼拜一早上9:30的时候一出来哈，马上在市府大门当中，律师顾立雄了，独立记者林宇佑，还有苦劳网的记者宋小海就在这儿开记者会哈。然后呢，顾立雄说，如果知道记者会采访你还提告记者，那你教育部长应该要下台。他们就说723入侵教部，怎么可能7月11号你就定调要抓人？所以他们要求台北市政府跟警方要对外讲清楚。那这份报告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呢，他整个报告内容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提到惩处，而且呢，8项建议跟精进的作为，就是说少数员警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啊，要你去处理一下，完全没有提到惩处。那我们先来看到7月29号的时候，台北市政府11楼专案小组有这么一个会议，这里包括了3位记者，还有副市长都在这当中。然后当时你记不记得，记者本来说你要10000元交保，然后他们就拒保以后就说好了，我让你走，我不用交保，我就限制住居嘛。那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哈？到底谁下令提告？出现了罗生门，因为报告里面哈，记者的说法，某一个三个记者当中有一个记者说，7月23号进出教育部之后，听到张其文就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长对现场的警察说，叫教育部全部提告。可是呢，7月24号张其文跟大家讲的版本是说，教育部主动要提告。那所以是他叫教育部提告，还是教育部主动要提告？这就是罗生门了嘛。那另外一个记者就说，进入教育部之后，第一个时间抵达，员警开始对学生进行驱离跟管束，没有对3名记者进行阻挠，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你知道身份，你又对他们来提告，表示你明明知道他是记者，你就要提告，早就知道了嘛。那所以这里面就又爆出来说，其实入侵之前早就定调是恶意占领，就是说我早就知道，我7月11号呢，我就是先准备好了。警方跟教育部有一个共同的协调会，然后有一个共识说，如果民众在下班时间闯入广场，我就把它定位成恶意占领，到时候我们就全部压起来，全部强制执法。所以等到7月23号真的一入侵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说什么检察官告诉教育部，教育部告诉谁，他们早就警方跟教育部就有共识了，我立刻就抓起来。但抓起来的当中呢，马上的等于就是说连记者全部管理是谁全部抓了。那现在呢，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子，你身为教育部部长，怎么在7月11号你就知道会有人暴力侵占教育部呢？哎，你也很厉害，还是你就是故意把他糊弄到大家火大到非要入侵教育部不可，那就表示你是有一点是引导式犯罪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看到教育部确实曾经跟警方进行多次会议啊，但是呢，这个是教育部的主任秘书讲的，警方的态度是如果有违法举动的话才依法来做。那教育部的立场对学生宽容，直到部长是被闯入才加强执法，还是说他早就知道说反正我们呢讲好了，只要学生一有人闯入这个部长室，我们全部把他抓起来，
把这些小孩全部抓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时这个讲法，这就是一个有预谋有想象，我就故意不跟你开会，我让你气再气再气，我当时把你抓起来。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部长这样是很糟糕。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台北市长怎么讲，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哎呀，不一定要起诉学生啊，不一定要惩处警方嘛，我们能不能这事情能够 smooth 一点解决掉。但是大家就说柯市长是不是有态度的转变，他身为市长有这个转变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可以理解并不表示可以接受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说啊，这只是草案嘛，大家拿出来讨论。那我们往下看，你记不记得7月24号的时候，也就是呢723一发生抢进去的时候，7月24号柯文哲市长呢就道歉，他说这个采访是记者的这个新闻自由，那所以呢对于这个警方逮捕记者我们致歉。然后呢8月11号他有一点缓颊，说啊，我自己上任以后分局长已经阵亡好几个了啦，啊，那未来整个事情怎么办呢？他就说啊，该处分就处分了。可是没想到现在就转圜说啊，可不可以就算了 ，smooth 一点，反正学生也没有被处分，那警察也不要被处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案例啊，报告市长，如果这个案例成为事实的话，以后遇到类似事情，那记者全部都可以被逮捕吗？我们要讲的是，当然记者有时候也很讨人厌，可是记者是代表人民的眼睛要去看事情的。真的是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肮脏 不当的事情，不能为外人所道也的事情，他还是要去看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新闻采访自由的真谛嘛。那所以到底是怎样呢？那现在是说大家就算了，可是我们还是要报告一下柯市长。你知道虽然教育部是撤告，可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当时如果有对教官拉扯什么，当然他们是违反这个等于现行犯哈，他们还是要被告。因为当然我也觉得那是应该被告，因为他们是公共的违反行为嘛，哈，有一些行动的话，那个检方还是要告他们。好，我们除了这个事情之外，柯文哲呢今天还有个部分，大家就说哈，你看哈，这里面呢、啊、绿营的议员有点不爽啊，就是波多野结衣这个事情啊，他觉得说你自己的亲信戴季权你是不是太袒护了，所以大家有点不爽。然后再加上有游民啊，钟小平说，哎呀，市府是不是把游民载到阳明山哈、啊、然后拆除蒙甲公园的遮蔽物什么什么的，他9月5号讲的。然后呢柯文哲今天说阿伯你给他盖别墅给他们住哦，后来他说没有啦，我们要用愚公移山的方法来解决啦。可是尽管是这样，很多阳明山的民众已经很生气，说干嘛又把这个游民运到山上去，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柯文哲今天的事情真的蛮多？所以他今天要拜拜一下，普渡一下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柯文哲的动作，应该算是个草案哦，就是说，啊，这是调查结果，这一样嘛，审判就一审、二审、三审嘛。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调查结果是这样哦，那每个人的陈述是这样，一定会大家都不满意的。那再一轮。大家最后就有一个比较共识。柯市长，东海平安。一路从新竹、台中到彰化、浮选，还到金门落军，挟带高人气，柯文哲走到哪儿，媒体焦点就在哪。但如今这些高调举动，步步牵动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毕竟连总统参选人小英都没柯P来的有话题性，就怕这股白色力量抢走太多议题基层主导权，让绿营下达违柯指令。民进党推出了一个违柯计划。你看你抢了他们的功劳。反正这个国家什么传闻都有，就看看就好了。这件事情哦，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我刚才去查证了一下，并没有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没想到违柯计划，大家还非常的正式的来回答。他说，反正什么传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呢，今天爆出来说登革热往台北来行进，而驻送出关，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发展呢？前疾管局局长苏益仁说，如果按照去年高雄登革热的发展，那今年登革热可能会爆发到3万例，会这样子吗？另外还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杂联的部分，9月9号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子一个杂联的动作启动？说在这个礼拜三呢，也就是中常会的时候将会有这个动作。不过讲到这里呢，大家说那到底亲民党跟国民党是不是就盯在那里？怎么讲呢？你可以看到今天出来的这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谁丢出来的，就是在秦金生有在这里哦，这个是秦金生嘛，这个是连战嘛，这个是吴怡嘛，那这个是连芳宇女士，所以这个地方到底在不在观礼台之上？如果更仔细来看到，大家要说的那这个问题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要说，那秦金生如果在观礼台之上的话，那到底是有没有说谎呢？今天我们要独家的告诉您，真的终于完全还原出来了。原来在这里还有正面、侧面之说，这个是现场广场的正面，这个是侧面。等一下为大家说，秦金生所在的位置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算不算是观礼台？等一下我们有独家的内幕。但是现在真的是哈，大家说请客吃饭去不去？阅兵去不去？国庆去不去？现在距离到国庆还有30多天，我们来看到双十国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你先看到哈，在今天这次的主办单位是谁？主办的又是王金平、翁金平啊！阿达盖的公哈，蔡英文要选总统，你最好还是去吧，因为毕竟是中华民国的好事嘛，是生日嘛。啊，有人就说过去几年、过去7年来，蔡英文都没有去过啊，为什么现在要去？这样子不是很假吗？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庆大会哈，你可以看呢，立法院。院长兼国庆筹委会的主委王清平啊，他今天在立法院说，按照往例都会礼貌的邀请在立法院有席次的政党主席，还有朝野立委来出席嘛，所以希望呢，蔡英文啊、洪秀柱啊、宋楚瑜都要去，那会不会同台呢？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蔡英文还有苏贞昌，他们过去在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都没有出席，也就是说呢，前几任是蔡英文的时候，后来三任呢是苏贞昌的时候，到今年蔡英文又接党主席的时候，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去。可是今年可以说是马英九在位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双十国庆了。蔡英文去还是不去呢？你可以看到宋楚瑜在2012年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的时候，他当时2011年有去。但是2012年落选之后，接下来都没有去，连着3年都没有去。所以呢，我们就要讲到啊，到底呢要不要去双十国庆？难不成还跟对你国民党爽不爽有关联吗？可是在这里，年代晚报又要说了，我觉得应该要去啊，真的啊，我们现在选的总统就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你既然要选中华民国总统，你就要尊重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我们今天中华民国连双十国庆都不敢庆祝的话，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我真的觉得真的不懂哎，大家就在讲说大陆93阅兵搞得沸沸扬扬的，好像呢这个所谓的8年抗战是他们打的，那我们中华民国还剩下什么呢？我今天真的不懂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来看到哈，这次国庆的座位区会怎么样？就是总统啊，总统呢还有王金平，还有总统夫人会是一区，副总统呢跟行政院长还有五院院长会是一区，另外呢立法院跟党团的团区，他会是在这一区。那所以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到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已经在9月4号收到邀请函，可是蔡英文10月的行程在规划中，会尽速的来回复国民党去还不去。那有人就说呢，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但是你到现场，你就是不能讲中华民国万岁吗？可是我在这里哈，我真的要学的，因为蔡英文他毕竟是不一样。我觉得蔡英文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而且他又是英国这个政经大学的博士毕业的。如果真的是要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现在得票的呼声又这么高的话，年代晚报是呼吁哦，这个蔡英文应该要去。为什么要去啊？有人会讲说啊，你过去7年都没去，你现在去就是为了选举啊，这样子不是很明显啊？我跟你讲，就为了选举又如何呢？我当时没有想要当总统，我现在当总统，我要顾虑到689的心理啊，我不能够说只顾虑到其他人的心理啊。我干嘛都是安内里头爱去呀？好，那另外我们再讲到这里呢，这个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哈，在今天的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哈，这还有一个什么哈？今天有两个大事啊，我觉得都很紧绷。一个是不要忘记哦，汉光31号演习今天登场，不要以为说哦，好像没有什么消息，今天开始登场，5天4夜不眠不休，持续的都在演练，明天马总统要进到横山指挥所，那这次演练的题目我看了以后吓了一大跳，他这个题目其实是取得很好啦，叫做解放军2天之内瘫痪台北。我当时昨天我就觉得好挫，怎么跟马总统心有灵犀一点通？昨天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在讲说，他们就聊说，如果大陆你看看，大陆如果打台湾的话，你看3天打不下来的话怎样怎样。我说何必去讨论3天不3天，重点在于他要不要打。他打台湾的话不是1天3天的问题，他只要一打台湾，他要怎么样打下来就是他的问题。
他绝对可以打得下来，问题你要打到多难看。如果台湾一反对的话，你的脸还挂得住吗？所以大家结论是他不会打台湾，除非有其他状况。但是我们再来看到那登革热也是一个大事，现在可能会爆发3万例。哎，讲到这里哈，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安尼讲嘞？你看。那个落雨啊，斗六市汪洋一片啊，这都是绝绝最爱的地方啊。云林现在也是很多地方积水半个轮胎高。那讲到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台北市的大沙长柯文哲现在在伤脑筋的是什么？他现在在伤脑筋的应该是登革热，可是我们看到他今天伤脑筋的好像还没有跑到登革热去哈。他在讲什么？第一个他在讲说，哎呦，怎么这么多麦克风啊？他说怎么每天这么办啊？2、3、4、5、6、7、8、9、10、19支。他说这台湾历史上哈最长的连续剧了，演太久了啦。那然后呢，又传出来说，民进党啊，是不是传出来有人认为啊，柯文哲人气太高了，所以有这么一个维柯计划。维柯计划呢，甚至说民进党的选战操盘手邱毅人主导，说邱毅人下达维柯计划。第一个怕柯文哲跟其他政党结盟，第二个怕柯文哲锋芒太露，挡了蔡英文2020连任之路。那对于这个情形呢？柯文哲今天说，这个国家什么传闻都有，看看就好了。然后蔡英文说啊，第一次听到，已经查证，并没有这个消息。可是我们来比哈，其实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像是今年的7月份，这个是柯文哲的场子，22个麦克风。然后这是今年的6月份，蔡英文的场子有10个麦克风。所以大家就说，好像比起来，柯文哲的人气太旺了，是不是？然后甚至还出现有女记者下跪的情形。这个女记者，来我们正面一点好不好？我这是第一次看到镜头，我说。真的有采访下跪，而且跪的地方实在太过尴尬了，所以柯文哲说：“你们有这么多要问的吗？”真的是非常的吃惊。好，讲到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看看这个跪着采访的女记者到底是谁，这个工作也实在太辛苦了。好，但是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今天新闻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辛不辛苦，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呢，洪秀柱今天4点跟李四川会面了。李四川是国民党的秘书长，洪秀柱在出关之后，有人说：“你说国民党也病了。”社会也病了，那到底大家都病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要找个学医的出来呢？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真的是学医的出来，台南市3个高层都是做医生的啊。干嘛今晚登革热是安怎？我今晚都会讲哦，今晚登革热你别呆吧，你卖公等天龙国的人都中标了才来讲哦，现在已经往北部烧了哦。我们是不是要关心一下在台南的亲戚朋友？真的是蛮恐怖的，有一个老太太早上得病，晚